欢迎收看铜板美食讲套套，我是苏志杰。节目一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到屏东来吃美食。每个地方的独特性，从吃食文化就能反映出来。像是屏东潮州就流行把番茄酱加入客家板条一起翻炒，或许跟天气炎热有关系，因为番茄酱的酸甜滋味能在炎热的酷暑之下勾起食欲。虽然不知道起源的吃法，但也意外虏获在地人的胃口。早上九点半，炒粿仔小店蓄势待发，开始忙进忙出，还不到营业时间，外带客就等不及，催促老板娘开火，想赶快打包回家大快朵颐。啊，我得多美国洛杉矶等啊，我得多等啊，第一行的来吃，都好吃，那美国吃不到。哦，拢一礼拜拢嘛食两盖。啊，因为好食啊，到底咱小名呀，哎呀，阿嘛是正在吃药。你敢打得要辣吗？你几点啊？差不多说十五分了来看。这屏东潮州最炒吃法番茄酱炒粿啊，是在地常见独有的小吃，简直就像潮州限定版的番茄意大利面，酸酸甜甜，连外形粗犷的大叔们都忍不住少女心大喷发。狼吞虎咽起来。我因为伊这番茄酱更是一种人的现成的，你若现成的，这东西差做袂出这个味啊。功夫伫底哦，你啊像我炒安尼炒三十几年，你都知影伊袂共你底啊。番茄酱炒粿啊，这项发明据说是早年潮州客家板条店太过普遍，有店家为了市场区隔，采用番茄酱代替酱油调味。没想到竟然意外大获好评。番茄酱口味只有我们潮州才有，因为粿啊的东西，你如果有点酸酸甜甜的，吃起来口感就是不太一样。哎呀，跟你一般炒那个酱油的什么的口感不一样。南部天气比较热，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酸酸甜甜的会比较开胃。手工粿啊，丰富炒料，你浓我浓，热烈交缠，在炒锅里大跳交际舞，加上独门特调的番茄酱和豆瓣酱，调色又调味，粉红控绝对不能错过。国产节奏伴着两只臂膀此起彼落，仿佛打击乐，酣畅淋漓。郭素霞的手艺人人夸，但做吃食生意之前，她做的是服饰和化妆品行业。每天请碎碎增碎碎，很少下厨。三十多年前，听到潮州在地炒板条老摊，阿婆老板娘想要退休不做了，郭素霞想要接手做生意，也挑战自己的能耐。每个朋友都笑她撑不过三个月，没想到郭素霞手摸油汤，一站三十年，如今已经牢牢抓住潮州人的胃，成为许多人从小爱到大的在地经典美食。我女儿他们几乎小时候天天都在吃，啊，吃这个长大的呢。他们每天放学回来，啊，肚子饿的话，看我炒的话，每天都吃板条。我问他说啊，你们都吃不腻啊？他们说不会。先生，你给我啥米？那这个先给你。郭素霞的三个女儿从小就开始味觉训练，她吃的龟啊比你吃的盐还多，口道才能学到。这门独家炒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然而不止女儿吃不腻，就连在地老饕也是个个上瘾。很多客人来就说，哦，我们都是从小看着妈妈带我们吃到长大，然后现在要看换我带小孩这样子。对啊，这是一代传一代。从早到晚大锅大火快炒，郭素霞年纪越大体力越吃不消，幸好一窝儿女个个孝顺，全挤在店里帮忙。大女儿许佩恩原本是护理专业，从小的志愿是成为白衣天使照护旧伤，但他国中时就开始在店里打杂，端盘洗碗、收钱找零、学习炒粿啊。现在跟妈妈四手连炒，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虽然嫁出去了，可是人手不够，所以我就会想要回来帮忙。二女儿许又金也是从国中起就在锅炉前蹲马步。在妈妈手把手教导下，一盘一盘练起，炒工炉火纯青。餐饮系毕业的她自有一番见解。主要是大那个火啦，
因为你像你一般那种在家那种一般的那种炉子，跟你就是我们用这种快速炉炒出来的味道就不太一样，有用心去炒啦。板条一个酱油的哈，这样210。收钱打包的老三曲博渊，学音乐出身，吹奏萨克斯风，偶尔在朋友邀请下去学校代课，不舍家人都为生意忙碌，加上姐妹们从小感情深厚，长大后也想要跟小时候一样能朝夕相处，他主动打下手留在家里帮忙。一方面是因为其实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在家里工作，所以会就是也是会想要回家大家一起做这样子啊。一方面是因为音乐的圈子太小了，其实竞争很大，不一定找得到工作，真的。客人络绎不绝，炒锅炉火不曾停歇。不料拍摄中途，徐佩恩掌厨的炒台突然硬生生熄火，他人随即被小妹徐玉涵搀扶到旁边休息。一看姐姐身体不适，但客人不能干等，出餐不能停。徐博渊不慌不忙，马上钻进炉台间补位，炒起龟啊宛如反射动作。做习惯了，对啊，从小做习惯就大概都知道做什么。如果在忙的时候东西没有，就自己看到就会知道要补这样。那是无奈啊，就是行李整叠啊。有啊，做客的时候对我艰苦啊，哎呀，但是有时候我真的很不爽啊。嘛，看对我来做，我看到嘛是足甘心的啦。啊，真正还好有他们啊，真正，因为我做客，我真正足幸运的。30多年如一日，从开店到收摊，郭素霞每天忙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少得可怜，也有累到生病倒下的潜力。看妈妈这样辛苦，四个儿女懂得体谅，与妈妈心意相通，才放弃其他可能性，选择围绕妈妈左右。小时候当妈宝，现在要给妈妈依靠。可能是他们从小就跟在我身边，有没有？拢唔爱出国啦，所以说有时候没有看到他们，我就是心都会先挂着啊。做餐饮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汗水和辛酸。再苦再累，靠家人共甘苦同进退，也转化成幸福。就像这道粉红炒龟啊，把家人全都在一起，镬气里翻滚着亲情的余温，更让美味锦上添花，有酸有甜，更有家的暖意。太重，太多，不想要的都剪掉。善用酶，国家认证，不易形成体脂肪。八周有感，善又美，让你又善又美。这位老板因为一场车祸，全身将近80%烧伤，双手10个指头也截掉了。但是他自力更生，开了一家甜不辣店，可是生意没有起色。之前还遇到一群路过的年轻人大声嘲笑说，每次经过都没客人，他怎么还没饿死啊？让他很沮丧，在脸书发文抒发心情，说很努力想要活下去。这番话触动了无数网友，好多人都跑来买甜不辣为他加油打气。我是全身70%快80%，诊断书就是全身70%的严重烧伤，然后食指截肢这样子。卖过馒头包子，开豆浆店，甚至也做过便当快餐快炒店。林玉瑶出社会30多年，光餐饮资历就有20年起跳，但是开甜不辣店却是他想都没想过，最后最迫不得已的选择。他是那时候受伤，他已经是烧坏掉，这个是医生又动手术把它硬切开来，有一个这样外形而已，它是没有功能的啊。没错，擀面揉面要手，厨师掌勺也需要指掌灵巧的运握，而林玉瑶没有食指，直白的说就是光靠手掌也起不了作用。搬运装到任何工作，施力点靠的就只有拳头。他已经没有皮，他只是肉。肉，然后再从自己的身上再取皮下来，去贴补上去，这样子而已。你看到有那个长方形、四方形的那个，就是取皮下来。还有那时候也从头皮也取很多次啊。
鸭舌帽下的皮肤尽管戴了口罩，依然可见烧伤后的疤痕。而其实林玉瑶前阵子才上进各大媒体版面，她就是那一位城隍庙口附近因为生意惨淡而曾遭顾客取笑的甜不辣店老板。他是说都没客人，他怎么还没饿死？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这一面啊，就是我带你出来看，就是说进来吃碗甜不辣吧，不然您跟我都会饿肚子。他就想可能他们都不吃甜不辣，然后可能每次经过看都没有客人，他就说怎么还没有饿死，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开玩笑的话语啦。菜头汤要几碗？菜头汤五碗。店开一年多，终于转亏为盈。线下的他或许不在意了，不过那时不管玩笑话有心无心，都一度让他低潮沮丧，所以才有了脸书上的抒发文。也因为如此，后来暖心网友、政商名人的鼓舞打气，便一天一天片片如雪花堆叠涌进。我坦白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放弃过，因为老天爷既然不让我死，就是要我好好的活下去，我凭什么要放弃我自己？不管有多么困难的事情，只要说真的有心要做，真的都可以做得到。顶多是有的事情要拜托人家这样子，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七年了，他实在也记不得那些转负为正的心念是在多久以后才开始主导人生，但他很清楚，七年前自己因为送快递出了车祸，现场后来引发火灾，所以导致全身近80%烧烫伤。那个都是血肉模糊的那种状况，怎么讲？你好比你不小心给摩托车的排气管烫到一个疤，那个疤可能就是会让你痛很久。可是我就是全身都是，然后它烫伤的程度不是只有皮而已，就是说它是整个是烧到肉里面去了。我跟你说，前面的那三年，尤其是前面的那半年当中的那前面的三个月、四个月，那只有四个字叫做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的那一段日子，老实说实在太难计算，因为车祸后根本有好几个月他都是陷入昏迷的状态，等到苏醒了，那才真的是考验的开始。住院出院，重复植皮，重复动刀手术，且每一次进医院都是好几个月，忍受满身的创痛是磨难，和勇敢活下去的意念拉扯，又何尝不是折磨？这六年多七年多，我每天就是告诉我自己，老天爷他没有让我死，我就是要回馈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人家说你笨蛋，你捐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对我笨蛋那怎么样？我高兴，我爽。倘若开铁布拉天师复健成功以后，唯一能养活自己的路，那么捐款做代用餐助人，也许是脱离心灵弱势最完满的方式吧。林玉瑶起码想过100种自力更生的办法，正因为无法摆路边摊应对突来的狂风骤雨，也无法骑着电动轮椅长跑，所以才租下家里附近离庙口商圈也不远的小店面。起码脚踝肌肉受损不能久站，万一撑不住了，也还能坐在屋檐底下稍作喘息。我现在的身体就是一定是怕高温的啊，我比你们还怕高温啊。你去年夏天怎么熬过啊？就全身贴退热贴，就是那种发烧在贴的那种退热贴，对，就是把身体贴的让它就是温度降下来这样子。千算万算，总以为已经想尽办法克服任何障碍，甚至为了挑好食材，开店前他每天骑电动轮椅上市场，反复细选汰换。偏偏一年多以来都遇上疫情搅乱，生意天天亏损，光是挖老本付员工薪资，就足足赔了14个月。人很少的时候很难形容，也就是有一句成语，他们讲叫做“门可罗雀”，有没有？我这个地方，他就是说游客，他们就认为有去到那里面才是算城隍庙啊。我这里只是他们经过的一个点而已啊。对，我会看着很多的人路过，过而没有路这样子。真的吃过都觉得他的买的是比较好品质的一些食材，就是七彩不会说粉粉的，比较有弹牙的口感，而且酱料是他自己在调的。各位后面的朋友，不好意思，我们天妇罗要先暂停，我要先赶订单嘿。
这些时日以来，明白自己的身体负荷不了，每个周一总要店休，但林玉瑶还是会走进店里，拉开铁门送糖送水果，就是不愿客人扑空。尤其在苦撑了好久，终于转亏为盈的这两个月，他更是奋力投注在捐款捐餐。以前人家帮他，他现在帮人家，他现在有能力，对啊，帮人家。这个叫做善与爱的循环呢。他以前受伤，人家帮他，现在他能够有一份工作，有一份能力，他就是换他要有能力要来帮人家。而或许爱与善的气味，每天熬进柴鱼高汤，仿佛也可以穿透十墙钢筋，铺天盖地渲染世人的心。那天他遇见一位婆婆扛着买菜前来捐款，事后竟哭得久久都不能自已。因为他很瘦小嘛，我说我看他提那么多零钱那么重提过来，那男生提都很重了，那女生提又更重，然后他又那么瘦小，我才跟他说吃营养一点啦，不要这么瘦的意思啦。他还没离开的时候，我是含着泪啊，他走了，我就是真的是太感动，真的，因为他很瘦，就担心说他自己是不是都没有吃饱，还来帮助别人这样子，我很舍不得啊，很心疼啊。林玉瑶说，原来啊，为善并不如老话所说有力出力，有钱才出钱，只要有心，世上又岂有难事呢？这个饼的名称叫做锅盔饼，所谓的锅盔是以前在战场上士兵会用铁制的盔甲下去烙饼当做军粮。小吃摊的老板因为很喜欢料理，到处跑到处吃，一次在大陆尝到了锅盔饼的滋味，非常喜欢，当地的师傅也愿意教他做饼，他学会以后就在台湾开业卖饼。我先赶订单，电话的话都接三点以后。计时器不断重复倒数的声音，催促着烤炉。一个猪肉小辣，一个怪味不加辣，然后一个奶油太妃，这样子总共三颗，20分钟给你哦。火热的小摊子像是天天打仗，一开摊立刻就被订单追着跑。现包、现擀、现烤、现卖，出炉的烤饼还得先在一旁吹风乘凉，散去热度水汽，才能酥香脆口。怪味你要辣吗？不用辣哦。让人甘愿等待的就是这一块混着面香、比脸还大的烤饼。对，我是大排长龙，它外面是脆，然后里面是软的，然后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特别，没有特，就是在台湾有吃过。常听朋友说很好吃，所以我今天过来买看看，超特别的，都不知道是哪边的小吃呢。我觉得它新香料放的很不一般，会很刺激我们味蕾，然后跟它烤起来的面团，我觉得还蛮香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烤饼如此的神秘？看了招牌也摸不着头绪。原来这是来自于湖北的民间小吃，当地人取名为锅盔。有是说，就是以前打仗的时候，吼，它是军粮，那士兵他会用那个铁制的这个盔甲下去烙这个饼。嘿，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以前的这种面粉比较粗糙，它不是这种精致面粉，那它烤起来的饼呢比较硬。那个打仗的士兵会戴在胸前，哦，有点像护心甲的那种盔甲的那个效果，当地做的更大，因为当地会当成正餐。嘿，他们可能会当个正餐，再配一碗羊肉汤啊，哈，牛肉汤，哎，会当成正餐吃，所以他们的饼比较大片。延续历史足迹的传统点心，不仅外形特殊，咸甜滋味更是令人惊艳。基本款的有芝麻花生、红糖，也有猪肉加进梅干菜和中药材、新香料巧妙搭配，颠覆传统，冲击味蕾，刷上独门辣酱，辣而不燥，伴随着浓郁香气。吃上一口便回味无穷。我们自己调配的新香料的中药粉下去调的，有点像麻辣锅的风味，那有一点点孜然的香味，咸的口味都是我们的招牌，因为这是当地原汁原味搬回来台湾的味道哈。它这个梅干菜有用老卤下去卤过哈，然后有经过蒸、有经过晒的步骤，所以它比较有一个酱香味。那像怪味的话呢，它是猪肉馅加一点点的红糖跟芝麻花生，咸中带一点甜。沉湎于做饼的身手熟练快速，细节繁琐又讲求精准，弹指间包进内馅，瞬间成型，这样还不能送进烤炉。湖北锅盔饼的最大特色就是薄脆，
必须均匀擀平，再重复拉甩。一块饼的美味成败，烤工技术也占了一半。哦，这个差不多快要400度的高温哦，这个温度非常高哦，所以我们师傅在掌控火候呢就非常关键。天气啊，它的风向啊，火往哪边吹啊，这种传统的窑炉跟那种商用的那种电子式的烤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要测温度，这样它烤出来的品质才会稳定。对啊，温度太低太高都烤不了饼。包擀拉贴烤的过程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能自己做的绝对不买现成，洗菜切葱姜蒜前前后后都是浩大工程。这个葱哈，儿子要求的怎么样呢？这个葱哈会跑泥土进去啊，这里面会有沙，下雨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哈稍微拉一下啊，这里全部打开，所以这个葱尾一定要用布下去磨，他会帮我检查，他非常严格，秉持最高标准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这也是对待客人的真心诚意。挑拣梅干菜的重责大任不假他人之手，打着灯一把一把仔细检查一些比较粗的那种梗啊，就或者是一些杂质，我们挑过之后可能是比较他那个比较安心的，而且它也不会吃起来口感不好，必须要用手慢慢的去感觉，有时候要去听看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麻烦事还不仅如此，为了做出市场区隔，辣油还得自己练。一开始就是单纯卖饼，然后之后我说哎，我在那边有学一个蛮特殊的红油，拿来试试看，结果刷在饼上之后客人就很喜欢。我们这个辣油有3种辣，不同的辣椒，然后搭配32种中药材下去打。不同的温度下，不同的材料。身为厨师的陈彦瑜本身热爱料理，四处学习不同文化的在地美食，累积厨艺的深厚功力，曾在澳洲和各国厨师交流切磋，后来长期待在大陆发展，孩子离乡背景，父母亲总是不舍和担忧。跟他读1年多了啦，我跟他讲说你不要到国外去啦，我又没有很多小孩，我只有2个呢。对了，还好这个疫情让我稍微对他，帮他，提前他早一点。有时候晚上9点10点还在这边做，我看他这样累死了，你不帮他也不行。我要求他在台湾呢。写好单帮我那个红梅小姐哈，谢谢哦。在外地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家人，想想父母亲的年纪渐长，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决定返乡做生意，做什么好呢？他想起曾经在大陆偶然吃到的锅盔饼，从此美好滋味深深烙印在心中。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常常去买，常常去买，常常去买，对吧？然后之后跟那个老师傅大家变朋友之后呢，之后我因为家长年纪大嘛，就回来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前呢，我就问他能不能教我，然后我就把这个技术带回来这样子。15分钟。为了支持先生，吕宜桦也把工作给辞了，当起最坚毅的后援部队。只是要卖一个听都没听过的点心，起先在当地接受度并不高。刚开始其实那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一天真的没几个客人，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锅盔是什么。对，然后而且毕竟我们高雄这个地区可能长辈比较多，然后他们就会比较问号说，哎，这锅盔是什么？然后就一直要推广，一直介绍介绍，对对对，然后就之后就客人吃了就爱上了。昔日打仗的军粮离开战场，穿越时空，蜕变为太平岁月的平民小吃。一家人把心中的美好依附在每一块烤饼上，化成最真实的感动。
我们常说危机也是转机，这家隐身市场二楼的鱿鱼羹摊，老板原本卖的是珠宝首饰，但是不敌大品牌兴起，生意是一落千丈。于是他们尝试转型，左边卖珠宝，右边卖羹汤，一度成为市场的奇景。后来专心卖吃食，生意常常好到忙不过来，印证了路不转人转，改变就是起点。鱼酥米粉跟肉羹汤，好的。海陆鲜味尽收碗底，郭汉泽从太太手中接力，舀进热腾腾的羹汤，加上沙茶、九层塔，美味层层堆叠，折服饕客舌尖。综合面呢、啊，这个比较多种，多种啊，就例如姜加几种啊，几种的，就纯粹的啊，干嘛比讲甜西滴啊。我都比较喜欢吃鱿鱼羹，因为它的鱿鱼是它泡的那个软嫩刚好，很脆，而且也不会太硬。那一般这种有的鱿鱼它泡的那个，你会吃起来有的会有药水味，那他们都不会。鱿鱼羹每个市场总能找到一两摊，郭汉泽能收获一头拉苦的赞，真的太不容易。我们是用鱿鱼刺的部分，那都是来自于阿根廷或者是韩国，发泡干鱿鱼，用水下去代替药水，让它发泡起来的时间需要再更久，至少要8个小时以上，呈现出来的味道会更自然，就不会有药水的味道。鱿鱼刺一只只有一片，口感比起鱿鱼身更脆也更贵，但它舍得下成本，换取饕客的心满意足表情。基隆仁爱市场不只是民众日常采买生鲜的地方，上了电扶梯，二楼别有洞天。各种想得到的好料等着众人探索，但是要高朋满座、历久不衰，得要有两把刷子。常有老饕跨县市来到郭汉泽的摊位，只为心心念念的曼妙滋味。它的味道比较浓，跟我们小时候吃的类似，有妈妈的味道。有妈妈味道的小吃摊是孕育郭汉泽成长之地。原本在这里，父亲卖珠宝首饰，后来大品牌兴起，生意大受影响。苦思出路时，爸妈观察到来到市场的人10个有9个为了吃食而来。民以食为天，就算景气再怎么差，吃食摊永远不缺客人。本来是做珠宝行业没错，因为景气差的话，感觉到说只有跟小钱才有钱赚，当兵时期就做火王，然后对这个吃就本身就有兴趣。用蒜头下去熬煮的一些基底，里面会有笋丝、蛋液、柴鱼花片。而那时郭汉泽的外舅公在台北卖鱿鱼羹，愿意教他们手艺。郭汉泽的母亲每天从基隆往返台北学煮鱿鱼羹，2个月学成。同一个摊位，左边卖珠宝，右边卖羹汤，倒也成为市场奇景之一。妈妈这边也越做越有口碑，那客人回流量也都 OK。爸爸就觉得说，那这个东西时机点该转了，那我们就转型，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做鱿鱼羹面。早熟懂事，要分担父母的重担。郭汉泽念高职时就到牛排馆打工，不仅对招呼客人得心应手，加上肯学肯做，那场炙热难耐煎牛排都乐在其中。他发觉做餐饮既能看见客人满意笑容，又能赚钱，从中找到乐趣，累积了3年经验，退伍后成了爸妈的大帮手。除了鱿鱼羹，香酥肉羹也在饕客心中榜上有名。猪后腿肉腌制蒜、醋、酱油，去腥提味，炸到金黄香酥，鲜香可口，令人回味无穷。外面的肉羹有可能都会带骨，那我们的全部都是不带骨头。这个是爸爸自己喜欢吃这样子的味道，那客人接受度当然就高了。对，我们自己喜欢吃，客人一定喜欢吃。郭汉泽当爸妈的左右手3年，有事弟子扶其劳，在父母眼中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能够依靠，
那时同一层楼的水饺摊正在顶让，郭爸爸、郭妈妈接手，水饺内馅一次包进猪肉、虾仁、韭菜、高丽菜，皮薄馅多，获得口碑，一天卖出上万颗。那今天很贵的拜路，基本上就是拜路。幕后最大的工程是我老公啊，全市场都是他第一个来市场的，3点就起床了，准备一下，他4、5点就到了。如果像量有增加的话，他又要更早，这样子，所以他很辛苦。啊，要掌声给我们老板掌声。从鱿鱼羹跨到水饺，其实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初顶下摊位，钱老板留了一手，没有完全倾囊相授。郭爸爸跟老员工们反复研究摸索，为了做出三鲜水饺的市场区隔，有自家特色，采用生食级胭脂虾，虾味浓厚，甜度较高，每天凌晨从康妈定直送而来，啃下重本网罗海陆鲜味，回头客越来越多，口碑满载，如同水饺漂浮在水面上，密密麻麻。八颗，这边是带走。好，沾一碗，放到很好。好，这样96元哦，哈。看着爸妈年过60，过了大半辈子，仍然忙碌不已。郭汉泽的弟弟郭汉仁几经思索，结束10年军旅生涯，接下汤勺，跟哥哥联手，一人雇一摊，让爸妈可以及早退休，游山玩水，享受人生。军中带给我的就是心态的成长，还有对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对，都有历练到。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为我以后的工作做个铺陈吧，所以有转念，那就回来帮家里这边。最不希望听到客人说的就是说，哎，我们跟爸爸妈妈做的口味好像不一样，或者是有一点差别。这种话会对于我们接第二代的压力会比较大，不管是老客人、新客人，他都愿意再回来，甚至一个礼拜来吃个4、5次那种，我看到就会觉得说啊，真的越做越好，越做越有成就感。市场里最贵气的珠宝摊，转型成最会吸金的小吃摊。郭汉泽、郭汉仁传承的不只是沸腾的生意，还有父母不畏改变的精神。氤氲热气凝聚人气，也聚拢一家人紧密团结的心。退休以后，只要热情还在，都有机会再开启另一番事业。就像这位面店的老板，退休了之后又再起炉灶，做起了超大馒头。结果这颗比脸大的黑糖馒头，成了埔里全新的美食地标，也成为在地人的最爱。哎呀喂，怎么这么大头？这是什么东西啊？比脸大馒头。比脸大馒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馒头。大药中的面点摊总是每到大馒头出炉时，必迎来惊叫欢呼。哦，那馒头哪有像头那么大？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分两次啊，两个人你要分两次，两天。看起来很大。就是上面写比脸大嘛，对，真的会比你的脸大吗？当然，我脸那么小，没有啦。比脸大，比头大，一颗到底要分几天吃？逗趣的反应。尽管摊子天天摆，天天见，但对卖了10多年黑糖大馒头的他来说，新鲜感还是别开生面。有很多人他看到就吓一跳，就说这可以当枕头的这样子，也有的就是一看到就很大声的说吓死人了。买馒头的做馒头的，到底谁下谁还不晓得。不过一个清早甩进了百斤老面团，千揉万捏，还得不厌其烦细切成市面上堪称最小 size 的小馒头，全埔里大小通吃的大概也就他一个。本来那个是我们做给客人试吃的，因为这个这么大不方便，后来就觉得说那干脆就做小的就好了，可是他们就会要求说我要买那种小的，因为很多人
他们已经吃那个习惯了，这是已经习惯一般的那种口感，他们就觉得说那种松软的才，你就必须要跟他解释说，这个是属于扎比较扎实的，然后就是它就是老面发酵，然后它没有太多的人工添加，纯老面自然发酵的黑糖馒头，简单来说就是不加发粉泡打粉，既无法靠机器量化生产，就算手工经验老道，凭手感也得看天吃饭。它就是它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就是如果像寒流来的时候，就是会很难做，或者是天气突然热的时候，它会发酵的很比较过度发酵，它就会带有一点点酸味，就是尽量去控制它的温度了，甚至于有时候到夏天真的太热的时候，还必须要放冷气，所以我们就安装冷气啊。几平大的工作间，檐下里装冷气，想当然不是为了挥汗使劲的揉面擀面人，而是用来伺候傲娇的老面。因为一般用发粉哦，它就是多少水、多少面粉、多少酵母粉，然后比例固定，它多少时间，然后就是让它去发酵啊。如果温度比较冷的时候，时间拉长一点就可以了。可是老面的话，它就是比较不容易做。说起老面之所以语重心长，那实在是因为自己这辈子以来摸透了面团。毕竟大耀宗从年轻20出头就跟着父母亲学做面点，别说是包子馒头，光是跟面粉朝暮相处的人生都要超过一甲子了。那时候都几乎都要排队了，当时是以包子为主，包子、小笼包、烧麦，然后油豆腐、细粉汤，反正几乎鼎泰丰有卖的东西我们都有卖了。我们看那个杯子，那一串是100个，我们一天最起码要5串。那时戴家的点心面食馆算是从台中闹区起家的，早点即卖酥饼、肉粽、葱油饼，到了午餐尖峰更有蒸饺、烧麦、牛肉面，尤其小笼汤包一天折下来更是3000克起跳。我们有时候都到4点才去睡觉啊，6点半。又要起来，对啊，我就说平均4小时嘛，反正就晚上睡2小时，周五睡2小时。记不得家里事业在最辉煌时，自己一年到头到底睡了几小时。戴耀宗只记得那时仿效拿破仑一天仅睡4个钟头的光景，是很快迎来了父母亲提早被迫退休的日子。年岁大了，病痛跟着缠身，所以一家人做了决定，干脆搬回埔里半养老。戴耀宗也再起炉灶，而老面做的大馒头，正是那个时候起被千呼万唤催生出来的。原本我们也是就是做正常大小，可是就越做越大，因为客人会说，哎，有大要大的馒头这样，我们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就到最后就变成这么大了。事实上，就埔里卖大馒头的摊子来说，戴耀宗不是第一家，更不是唯一一家。好几次吃惯了黑糖香精的过路客，拿起大馒头半嫌弃半质疑，他也不以为意。对啊，因为我说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啊。就说比如说你要更好吃一点，你就加一点黑糖精就好了。对啊，我们就是不愿意啊。啊，你觉得不好吃，你就去买你觉得好吃的那种啊。你们从哪里来买？桃园。为什么买这么多？非常好吃。真的是什么口感？黑糖味道很重，很 Q。对，老面。我想说试试看，听说还蛮有名的，网络上评价都还蛮不错的、啊。我觉得还蛮 Q 弹的，就是跟我们在外面一般吃的都是还蛮不一样的。都说路遥知马力，纯老面发酵的黑糖馒头随日子久了，也渐渐在各地吩咐香浓。有鉴于一双父母早早做出了职业病，戴耀宗也早在5年前就打算退休，实际上则是过了几天休假生活就心生后悔了。没有啊，现在就是你退休你也不知道要干嘛，太闲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嘛，把范围缩小，就尽量就是你自己可以做的那种范围。从规模庞然的面食馆，再到如今骑楼下的面点摊，老面做的大馒头不泥烂不浓甜，却也不因质地扎实显得干脆无味，唯独内在余腻，那是包了不善言辞的热忱，有真心更有诚意。
般人提到顶边厝都会想到基隆庙口的名店，很少在别的县市看到这样的品项，所以不少人在桃园看到顶边厝三个字，这心中是浮出问号。但这可是这位老板当年就在基隆庙口当学徒，师徒彼此有默契共事，师父爱才而且能相授，唯一的条件是不在基隆互相竞争，所以这汤碗里有诚信的做人哲学。一碗顶边做一个综合炖汤，唐国热气直冒，手里快速舀料，集合海陆美味。吃饭时间都是一波一波的，然后客人来都是一起来，冬天下了赶快出。开业超过半世纪，第二代老板夫妻唐茂斌、谢婉婷接手的七年来，也习惯了每天总有三五人好奇地问店内招牌顶边厝是什么。口感不太一样，比较 Q 一些，它放到汤里面就有这么多料这样，虾跟肉跟啊，笋片、鱿鱼这些。同样以再来米浆制作，郭亚是用蒸的，外观雷同，做法大不同。顶边厝则是经过大鼎半煎半蒸制作而成，口感更加滑嫩弹牙。顶边厝里面的料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原始的样子，就是不会裹太多粉啊，还是就是变成浆啊之类的。肉羹跟虾羹哦，外面一般鱼浆比较多，那吃遍的话，它是直接是肉条的这种口感，然后就一次成主顾。带给饕客味觉盛宴，不单单只有顶边厝，也有其他选项。南洋鲫鱼、瓜仔肉饭等众多古早味小吃和日式冷盘料理，顶边厝嘛，蛋黄中卷，还有综合沙拉，还想点呢。哎呀，只可惜他吃不下。桃园观光夜市越夜越美丽，上百家摊位各自艳丽。唐家老字号摊位处在后段，数十年来勾住老饕芳心。我爸爸他做到50年的时候，他觉得身体已到了一个极限吧，是问我说，如果说我不接的话，那桃园就会没有顶边厝。想一想，我就决定要接下来。一般人听到顶边厝，脑中浮起的通常是基隆夜市的知名招牌。的确，将近70年前，唐爸爸唐前次就是在基隆庙口当厨师助理。常帮对面的吴家祖师爷吴天福生柴火，年幼的唐贤次勤恳做事得人疼，就这么学到珍贵的顶边厝技艺。而师徒两人有不互相竞争的默契。民国56年，唐贤次辗转来到桃园摆摊起家，也把后来在外所学到的日式料理家常小吃加进菜单品项里。顶边厝源自于福州米食小吃，名字的起源从再来米浆在大鼎内沿着一圈流淌开来的样子，像是台语的厝。那个零的动作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是化圆，所以当你出去的第一下太用力的话，那个离心力会把米浆全部带出去，变成一边很厚一边没东西。最难克服的这部分就是店内的顶边厝。之所以一天限量200份左右，是因为这看似一大片，大约只能平分出10多碗的量。一再重复的动作要做超过20次，做完已经5个小时以后，简直是意志的考验。热夏天非常的热啊，真的是满头大汗，每煎完一片我都得赶快擦汗，因为怕汗会滴进去。唐茂斌总在心情过后，腰杆瞬间挺不直。当初父亲正是深知餐饮业的燥热与辛劳，不肯让年幼的他跟着受苦。假日暑假我要帮忙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走开走开，不要过来，太累了，你不要学这个。”唐茂斌娶妻生子之后，在细致的科技厂做了5年。父亲节回家时，唐爸爸向他说出悬在心上的接班问题。一想到这是老爸积累大半辈子的心血，如果他不接手就会化为乌有，内心左右拉扯下，还是决定辞去有稳定薪资的工作。因为我爸很严格，他没有打我就不错了，他天天骂让我有点压力。但是那个时候决定接下来的时候，是我已经把
工作辞掉了，也就是说我没有退路，我必须要把它学会。抱起没有后路的心情，从头学起顶边缩的做法，头两年就这么苦撑着。他不怕犯错，只怕不做，一点一滴领悟，悟出要领和心法。爸爸有跟我说过，肩顶边错其实是在修身养性，因为当你在领顶边错的时候，你心情有一点起伏不定的时候，你领出来就不会那么远。还蛮神奇的哦，有时候跟我老婆起点口角，心情不美丽的时候，拎出来就真的会歪七扭八。夫唱妇随，谢婉婷辞掉头喽，在先生身边打理家务、顾小孩，也帮忙处理各种繁琐配料。以前妈妈在做的时候，还曾经嫌她慢，但是后来她就是跟我一样个性嘛，不服输。然后就越变越快，越变越快，现在快到我都跟不上。他想的有时候比较想的没那么多，没那么细心。他很多时候就是我会比较，就是想的比较远一点。应该说我个性是比较冲动型的。对，因为应该说我比较属于年轻人往前冲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会拉住我，告诉我说有很多地方应该要沉稳一点，要顾及全面一点。唐茂斌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有两位，一位是人生路上牵手前进的爱妻，而母亲则安抚了他那些成长路上曾经惶惶不安的日子。完全接手了，才让他有过到他想要的退休生活。之后就确诊了肺的小细胞癌，半年的时间就到天上去了。为了不让遗憾变缺憾，不只要坐得稳，也一改过去老父亲低调路线，要打响自家招牌。那我们接手之后，就有一些政府的比赛，我们就去参加，然后也很幸运有得了奖，然后得了奖之后曝光率就更高，我们才会有办法就是越来越好。唐茂斌把摊子顺势推进店面，不再风吹日晒，但没想到老天仿佛要磨练他的心性意志，考题出的有点难。在处理虾子，然后被那个虾子的尾巴刺到，一开始都以为只是腰酸背痛而已，检查之后确诊就是海洋弧菌感染，然后他就攻击我腰椎，第四节几乎被吃光。唐茂斌住院期间，他不舍爱妻，奔波店面与医院，于是卯足全力复健。原本医生预估复原得耗上半年，他两个月内就站回店里的主力位置。希望可以再做个5-10年，因为很多客人他们吃得很开心，然后走的时候不吝啬的跟我们说好吃。人生试炼的关卡仿佛一关接着一关，但唐茂斌总能凭着滴水能穿石的信念，从他手中继续缩出一个又一个的圆，既圆满了逃课念想，也圆满了他爱家的心。感谢您收看这周的铜板美食讲套套，我是苏芷杰，我们下周见。